什么烂地方？哎、欸，这边马上凋零、欸！隔壁，等一下凋零！要吗？要招吗？要招吗？这里要招吗？招啊招啊！先拿拿拿拿就招啊！等一下再拿，准备先一点木头吧。对啊，我看到海底神殿在旁边嘞、欸。哎呦，好近哎，还蛮。我知道他刚一直卡在树上啊。哎、欸，巧克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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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后面。打他打他打他！凋零山庄，他招了，他招了，他招了。地面果酱还没拿，赶紧走吧。是啊。可以。金苹果在身上吗？没有，我没拿，在我这，在我这三颗。好好好好。哎，还好你看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看到前面正前方，正前方。树上的。好，干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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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了，干了。我还没做做武器。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你有武器吗？其实我没有。哎，等一下。我空手吧，我空手。你赶快做啊！约了。约在这。我怕我来不及。没事，我们帮你看。好、啊。哎呦，我要离我很近。哦，凋零离我很近。等一下，杰瑞，快快。好。哎。哟。剩一个鱼月。剩鱼月，我们只能牺牲杰瑞了。这里，前面。我看到，海边。哪里啊？我看到。露一下。好耶！没有死哎！哇！绕很久，怎么回事？太快了！我要爆料！哎，有人在团战的时候还在打猪啊！有人很爱打猪，谁？猪啦，猪害的啦！他砍人在那边砍猪，那你转头就看到一个粉红色在那边砍下去，怎么是猪？嗯。哦，下雨。一下子而已，再下去，我要先往下走。我们在哪里啊？迷路了，在树上。好，可以，合理，可以，合理，合理。有水声或旁边有水、啊。我刚刚在游泳。那会不会离凋零很近啊？有一只水在水中的凋零不是？那是大水池吧？就上一场跟我连找箱子也没找。对啊，根本来不及找啊。我是说根本没看到，还没开始找就有人杀过来了，凶巴巴！因为巧克力都冲过来了、啊，他只是去拿金苹果，然后就在哎呀，我被凋零凋零打了，结果是被人打死这样子。我要挖下去了，隐藏在石头里面的铁矿啊！我以哈基之名命令你，快给我现形！在干嘛？所以你要拿着法杖到处挥舞了吗？哎、欸，我看到有人叠木头的痕迹耶。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刚刚那个水池，这里，你看到我？因为这里看到上面，你看那边有木？杰瑞，你在哪里？你看到我们了吗？你还没看到？我去了，你换这边。我看到了。你们这种路最讨厌了，好可怕！而且这被打一下你就掉下去了。看到猫咪了，对啊，哎，上面叠上去了。哦，我看到了。哦，他们要那个拿那个，哇，哈基直接过去。对啊，有人在挖东西吗？我在挖。啊，我躲起来了。下去了。下去下面。啊，不是这样下去。然后我跟着下来了。我怎么知道下面有藤蔓都断掉？我怎么知道？它断掉了。你在哪里？好，是往刚刚召唤那边吗？召唤那边的下面。它记在撒羊。那那只羊叫什么？一口羊。哈？一口羊。没事。帮我拿七针马。杀一只鸡。哦，爆炸了。我摘先。是马杀鸡。就召唤一只了、欸。哇，这应该有三只。我们召唤了两只，代表他们是分开来召唤的喽。看到杰瑞这边，我看到。团杰瑞，他们在那边烧东西，在烧东西。刚刚看到我们了，看到了。过去了。好，我也来了。对、啊，两下就死。哦，超痛，两下就死了。哎呀，我死了。
看你那边。哇，这快多人了吧？对啊，超快，太好玩了吧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那谁的骨盆最端正？大家的骨盆最端正。没有，现在都现在是要问说谁的胸部在哪里啦？你要问胸部吗？现在开台哦。你知道臀部吗？我记得我看到臀部啊，都有。好了，太广了，我们离树好远。白痴哦，我们没树哦。那上面的，我都被我吸走。我打到一个人，我打到一个人，有人在挖木头，有人在挖木头。真的假的？你那边吗？对对，我这边，我这边。我刚才有在挖木头。太近了吧？可是刚没伤害，可恶！那棵树吗？有对，另外一棵树，同样在我们旁边那棵树而已。好，你有没有木头？给我一点木头，我说木头。给你一个 here。哇，你打到巧克力跟杰瑞哦，你们好厉害啊！哦，各戳一下这样，超厉害的耶！这里真的很什么都有，连敌对都有。对啊，是啊，所以我说这个当正式场应该很刺激，很好玩。太嗨了！真的，那好像恐怖游戏哦。是啊，看到最大声，在哪里？这样我们大叫，你会不会被吓到？会啊啊！好可怕哦！来巡逻一下。树不见了，这个树不见了。哪一棵？哪里的树不见了？你那里的？对对，我这里的。是不是你挖的？不是，这个不是我挖的。哦，走。我们要不要先做一点其他的东西啊？我是有斧头了啦，我有斧头了，我还没有斧头。那你要不要先弄斧头？我先去看。好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行哎、欸，他们都藏起来了，没看到，看不到。那么好看到，刚才这是运气好，真的哎、欸，你们运气很好哎、欸。哈、欸，你看到了？没有，这边有水声。哦，我打到一下了，哇！你真的超会耶！这附近有一个，这附近有一个。他们有食斧了，哇！我决定把一些花朵通通打起来。杉木林，我也在杉木林。这是我，哎呦，我吸到你们的陷阱。哎呦，我想说有人吸到了。我丢回去。有这附近有脚步声，而且不是你们的，而且不是你们的。哎、欸，我刚好听到脚步声了、啊。对，而且不是你们两个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猜他们已经进去村庄里面了。我也觉得他们应该有进去村庄里了。嗯，可惜耶、欸，这种挖石头声音，我是你、啊。翘边家，我正在破洞窟。白痴！我刚刚把农夫头看成哈基头，你哪里过来？我想说为什么？神秘，有看过这么帅的农夫吗？可能没有吧。这边铁，这边铁，这边铁，这边铁。你挖。挖一下。有人来硬的了。硬的啦。哎呦，最喜欢硬的了。哎呦，好哦。哎呦，哇，你还装岩浆哦，这么神。我听到鸡屎叫的声音啊！这里有羽毛哎、欸，还是狐狸杀的？可能是狐狸吧，这附近有狐狸。我刚刚也听到脚步声，而且不是杰克的脚步声、哦，是我错觉吗？可恶，错觉，好可怕，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，真的，天哪，恐怖游戏。嗯，远在哪？啊，我在地洞。他在地洞里，他在我刚刚摔下去的那个地洞里。啊，对，有可能是村民的啦，有可能是村民的。上来，就给你。哦，是没有，是我没有动，然后你们跑超远。哦，我还在刚刚那边打到人那边。这里有好多铁，我要挖铁。这里好暗。哦，这里真的蛮多铁的。哦，挖铁六。对耶，只有十分钟的时间。嗯。再给我两分钟。真的是两分钟后就没了。那这个、啊、我们要拿什么啊？先做看一个人一个人装备做强一点吧。你会这怎么都突然变成十二个铁？我去挖的。你好神哦！你越过来。我已经跑出去了，你们赶快做。给你啊！我跑出来了啦！我说给我给杰克，我给杰克了。看到你们了。啊！你知道堵我吗？
时间快了啊！时间要到了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再一块铁，再一块。我觉得哈基那个岩浆又很强。哎、欸，可能吧。啊！等一下，抖腿路，浪费我时间。杰、啊、克，我也穿个鞋子，我也穿个鞋子。好好好好，没事没事。杰克还擦裤子跟头盔。没事没事，我觉得我这两个铁定。准备传送，三十秒。好爱哦。哎、欸，他传出去后就是晚上啊，然后。对啊，那这样我们会很惨，很尴尬、欸。啊，来不及捞水啊！哎，开始喽！哇，哎，哦，哦，哇，掉下来了！啊、我摔在底，摔下来了！我摔下来了！哎呦，没事没事。哎，我把杰瑞杀死了。好，好，僵尸走开！僵尸走开！僵尸打完了！耶！我杀了一只僵尸耶！刚刚传的突然有点小累格，而且他传在屋顶上是怎样？超过分！哦，有木头。这个位置还不错，还可。深渊峡谷应该不会在隔壁吧？先来做个稿子。陶瓷，陶瓷，陶瓷，陶。还有没有？脚踏脚踏脚踏头，然后这什么铁、啊？哎呀，苦力怕啊！苦力怕！我们现在高度太高了吧？不会有铁，要再往下一点。真的假的？哎，我怎么翻新的血怎么了？被怪打吧？太可怕了吧！走走走走走，要挖点煤炭。一大窟的煤炭啊！到处都是煤炭。蒲公英，应该蒲公英啊。强人所难。哎、欸，感觉要挖一下。甘蔗哎、欸，挖一下。带回去，带回去。哦，我靠，我靠，我靠！怎么了？我看到一个洞里，然后里面有蒲公英。好可怕、啊！哎、哦，我第一次知道铁有限制。有啊，有正常地图、啊。我这边有生存小天王呢。好猛哦！就是说谁的那个人啊？反应最大的。我知道哈基嘛，哈基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哈基是指令小天王。好，我承认。这个我接受。什么？啊、好队友，让你叫了一声。对啊，这好队友不错啦。有僵尸。哎、欸，这里太狭窄了，爸妈，各自行动吧，各自收集装备。嗯，然后黏着哈基，然后抢他的。啊！不小心摔倒，不好意思。小心！明天就靠你了，等下在前面挡。他没有动，你自己。岩浆耶，找到你了。就看你。僵尸的声音，我没有铁啊。我们先回去。等一下嘛，小僵尸还在这里耶。不要啦，走啦。打招呼一下啦。不要啦，不都到别人家门口了。对啊。不要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们这样擅闯人家家会生气。不要你不要，你赶快回来。啊，有铁回来。好多僵尸啊，那里有好多僵尸，快走，我们快走，快点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我认识他们，他们不会打我啦。两只苦工，你快走！不会啦，有铁，这里有铁啦。苦工哪里？哪里？下面有苦工是不是？不要，你赶快回去，回去，出去，快回去！不要，不要！快！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我帮你做个龙，你在这边烧。好，我在烧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，你那边太近，你过来，你过去。我离哪边太近？什么？你离库工太近，他不要，不会啦。你后退，你后退。没有啊，你骗我，根本没库工。不是这里啦，是后面啦。没有啊，没库工啊。不是这里啦，是我们另外一条路，不是这条路啦。这条路这么狭窄。
剩60秒，还没到了岩浆哎。光是刷新了、啊。我找到岩浆，可是我没铁桶啊，可恶！我等一下塔上到别人的了。啊，酷狗，不要！有，酷狗啊！来，来看一下。啊，算了，装备上起来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。哦，不是。我都准备好了。我也准备好了，那边几顿。哎、欸，有了！在了！哦！哎、欸，哪里啊？哦，在哪里？我掉到！掉上一个！等一下，欸、我掉下去！等一下，我在这里啦！我掉下去了！人家留下来了！哎呀！小心点！等一下，你不要！反正头上！别掉我啊！繁星在头上，繁星头上掉我们，繁星掉我们，感谢繁星，赞叹繁星。越叠越高了，繁星上去了。那我们就下去吧。哪里过来？你们有水吗？你们有水吗？有啊！那先放水，放一桶水。他要掉我，我没有法。OK， 我没水了。哎、欸，有，我剩有水。下面有蜈蚣，蜈蚣师注意。没有，没在你们正下方。有无限水，无限水。现在他被水困住了，没事。蜈蚣被水困住了。哇！哎、欸，这个被扒了一下。他掉，不要掉我。哎、欸，蜈蚣后面。蜈蚣在后面。还有蜘蛛。白痴哦、喔！哎呦，怪物越来越多啊，好烦哦、喔。没有僵尸哦。蜈蚣！哇！哎、欸，有没有蜈蚣射手？看不到啊，太多了。下面怪物太多了。还有苦力怕跟，还有对苦力怕。雨月，你要小心啊，他是用碎石哦。不要把火把冲掉！哦，下去。还没，不要，这是什么残杀队友？下了。还没，还有。再两个。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，哎、欸，小心啊！哎，很多怪，哦，啊！结果，我被钓到了！哇，你要跟怪物对战了！哇、啊！哎呦！后面，哎呦！下面怪超多、哎！你要不要把自己埋住？我试试看。等一下，可是旁边也是酷空，但是 ，OK， 他没过来，他在发呆，往下。他在等圈圈，我有一个。全身精装的，好了，没事了。我总觉得怎么搞得好像在玩那个、啊、空岛无双啊？好笑了吧？合集吧，合集呗。我不会就不会上去的、啊，他也不会下来的、啊。那就下来，他下来了。哦，他下来了，把金掉掉挖洞里面去了。他会一直赌哦！哇！哦！岩浆是假的，放出来假的。如果喜欢本次的影片的话，别吝啬你的喜欢，给我们一个鼓励。订阅之后记得按下小铃铛，第一时间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